网站上上传了一段24年前的视频，程程当时接受访问，问到他会不会拍立誓。当年28岁的郭富城说，传统思想就说结了婚再拍立誓，我希望有一日我结婚的时候拍。他强调个个都有，我讲过全港市民都会收到我的立誓，港的市民都会收到我立誓，将来结咗婚嘅时候咧，我结咗婚嘅时候咧，我结咗婚嘅时候咧，我派利是啦，派利是啦，咁啊，个个都有份，我讲过嘅，全港嘅市民都会收到我嚟，听者有份，多谢。不过好，可能系。好多年之后，其实程程曾讲过，有高人说他没有夫妻宫，别人拍拖会想结婚生子，但他绝对没有这个念头，又强调结婚的想法在脑子里闪一闪都没有，更别说生孩子。但是缘分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程程2015年同内地女模方圆相恋，爱的甜蜜，两人去年4月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正式封盘。同年9月，方圆因为他生下女儿颤的，令程程变为人夫兼人父。所以说天赐良缘就是这样，全港网民看完这段视频后都说见到郭富城成家幸福美满，都好替他开心。